这船处租用民间快艇航行夜泊七美航班，于每年四月至九月每周一周二下午4:50马公到万安到七美并夜泊七美，周二周三上午6:10开航七美到万安到马公，每周往返两航次，洽公旅游更多选项。车船处表示，实施多元航班主要是照顾离岛居民，便利万安、七美两乡离岛居民交通往返及公务洽公之便，并有助于推广鼓励一般民众南海观光旅游，夜宿关心吃海鲜，提升南海旅游观光事业，登岛旅客人数以提升搭乘率。同时为了让乘客有充足时间停留在七美畅游在地风光，有更多航班选择，去程可搭乘每日固定航班9:30开航，每周一周二夜泊七美4:50开航，每周五至周五专船下午4:50开航，返程每日固定航班下午1:30开航，每周二周三夜泊七美6:10开航，每周五至周五专船6:20开航。多元航班增开夜泊七美航班必须依照使用者付费原则收费，但为兼顾离岛居民福利，车船处给予涉及万安、七美居民搭乘马公到万安或马公到七美票价统一为201元的优惠，一般乘客则仍依车船处公告票价表收费，欢迎多加利用。记者王海龙报道。